因为去睡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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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带木头过去哦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在啃，我在啃。要喝饱哦。吃早餐，那个、吃早餐。吃好早餐，马上出，慢慢吃。吃早喝足再出门啊！吃饱上，吃饱好上路。记得最少带一个木头走。嗯，对对对对。我想要吃到最饱的那种，我想再去吃一个。是打雷的吗？不是啊，是树倒。不是不是，是我砍树啊，树倒了。还谁肚？还是哈基肚子在叫？啊，吃东西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喝水，记得去我家旁边。我还没，我要等，我要等，我要等。快推，还推车过去啊！那去我家旁边喝水哦。哦，你家的水啊，烧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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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他可能直接对着壶尿尿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。You 应该蛮好喝的、啊。理论上，他这一栋应该是厕所啦。哎，快快快，这里有肉，赶快来吃哦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这一栋都喝蛮甜的，应该蛮好喝的。哎、欸，你还有放肉吗？我放了两块肉，你给我等一下。好，小块的肉，干燥肉。哎、欸，哦，所以一般的肉掉下去就变干燥肉。嗯，然后你放下去烤一下下就可以吃。哦，饱了饱了饱了，可以准备出发了。好、啊，那个、啊、那边集合，哎，带木材哦。好、啊，再开门。我放一个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木材放在门口的那也不 OK 啊。被搬走了，被搬走了啦！泽平搬的啦，我看到了啦。屁呀、啊，那是我的啦。没关系，我从泽平家拿一个走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路上都还有啊，路上都还有。偶尔砍一些啦，路上砍一砍就有了。之后会有电锯、喔，不用卡掉地上就都有。我们就扔一个电锯去砍野人呢、啊。好可怜的野人哦、喔。对，是93公斤。哇、wow, 哦，好亏。205等于93公斤哦、喔。嗯。好魁梧哦！好吧，我们都长很大只啊，很高大这样。怎么才有办法一口气搬两个木头？对啊，搬两个木头哎、欸，拜托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手上也像纱布哎、欸，安安，超像纱布、那个骨子。你们不能一次搬两个木头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有现实没办法啦。现实我刚刚说现实中啊，现实一个木头都没办法了。谁搬得动啊？海龟又上岸了，海龟又上岸了。哟 ，no！ 拜托，现实连那个木头推车我都推不动，好吧？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我们上面是不是要建个萤火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怎么是那个木头、欸？而且木头还垮了，蚊子嘞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木头，我的木头，捡回来，捡回来。木头保存好了，建好了，建好了吗？好掉了！船、欸、船、欸、不行啊！划回来，划回来。哈哈，我滑，我这边可以滑了，啊，按左右键，左右键，好多海龟哦，要是不是两边要同时滑、啊？好多海龟哦，不滑哦，等下木头，另外边要站人，另外边要站人，等，但这是船是不是会滑，左右键，左右键前进，右键后退，啊，不滑木头，哎，先。这边有萤火啊，不然我们中间会冷死吧。对对对，萤火盖一下，萤火要盖一下。好了，走了，出发、欸。你们可以盖一下那个啊。我要盖上，没上。先帮我建一下那个盖木头的，好不好？放木头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椅子居然不能放哎、欸，可恶！放木头的哪一个？放木头我来，我找一下，原木存放架嘛。对。啊、木棍存放架也放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啊，这护甲是不是有很多阶段啊？这是什么 V？ 等一下，这个萤火是可以用的吗？护甲怎么脱下来啊？原木的放了吗？还没。你放一下。可是我们木棍有那么多吗？我要瞧一下位置。那几个木棍啊？你在干嘛？看屁啊！木棍好多、哦，木棍好多。你干嘛、啊？哦，你木棍为什么那么多？我都没有放完了，我去看一下。我刚刚还在上面做龟壳。我要整一个龟壳回家。我已经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我有嘞。好，把多少木棍也放出来、啊。你抓这里会不会滑出去啊？我就想试试看怎么样。哎呦！欸、被挡住。哈哈。不行，不够。好了，感觉可以出航了，是不是？
还是有人还没来。我跳舞是解锁成就，要不要玩看？怎么跳舞？没有，用这个用这个玩五次解锁成就。哦。我要下去。下不去呀！哦，我现在才很认真看，原来大家都穿黑丝哦。真的，要下去了。我为什么注意到？都滑到海了。而且还穿高跟鞋。你就穿空鞋衣服啊。不是啊，你为什么连黑丝都要穿哦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黑丝任何效果都没有。你要踩到下去，等到滑下去了。哎呀！哎、欸，海龟头，海龟头，地板不要踩它、欸。要出航了吗？要出航了？哈基还没来，哈基还没来，哈基还没来。在踹这个海龟头哎、欸，你们石头哦，我们石头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石，我们要。没有，谁点左键？谁点左键？有人点拿武器的自首哦。我在冲。我在捅海龟头就爆了，哈哈！你自己走，五十个，我自己干好，五十个，加油！我们走了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，从去从小的这里啦，我们就集小的吧，没办法，集一个小的啦。哦，折品哦，折品哦，刚刚海龟头啦，刚刚在弄什么啊？倒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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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退。不要再跳了！我跟你说，你那边有海龟头。糟了！太急了啦！会一直掉下去啊！等一下，陪我回上大船。我上不去。上来了。好，我站正中间，应该不会掉下去。德平跑掉了。是什么？我也没办法。来，按上那个是谁？按上那个是谁？德平吧。赶快上来啦！海龟头弄到。快点啦！我们大家都站好。掉去！你要站正中间，不然会掉下去。OK。他还没上来，大船很脆弱，打一下都爆掉哎。超烂哎！多好！你可以绕圈绕成正面啊！看他一坨人在拿那个武器。你可以换左键是往前啊。这个画面。这样子会转的，可以啊，可以转啊，会转吗？有了，你不要按内键，你看到 Q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走出航喽！等一下，你要做内键的啦！谁要内键呢？小雨啊，手上还拿对讲机嘞！真的要当那个了，空姐。一边划船还一边那个。哎，要时不时往前走一步哦，不然会一直往后退哦。完蛋了！不行，不要回头！不畏风雨，不要回头了，走了，不回头了。有缘不回头，你坚定不回头吗？不要回头！加速，划起来！划起来！有人说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还会回得来吗？我想说，应该盖两艘船，那雨渊应该可以啦，雨渊应该可以载回来。嗯，然后我就直直的滑，你知道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不是歪？我感觉好像要回去了，歪了。对啊，不是你看他拿出小孩的照片呐？不是你看他岛，那个岛是我们刚才那座岛。因为滑歪了，滑歪了，你滑歪了，要瞧一下，你瞧一下。我们看到岛了，那是我们的岛啊！抱歉，歪了，很难滑哦。歪了，是撞到边界啦？不会有边界吧？他感觉滑不太出去。对啊，边界了，有边界啊？那啊，撞到边界了。哦，好吧。啊！激动了，还是得回头。还是得回头。回头，哎，我一看到小雨在拿奖打哈记的眼。所以说嘛，我答案那个竹板。大爹。我不小心按个空白键，你们滑好快哦。不要求左键啦，很快。我看画面才恐怖，那所有人拿着那个矛对着我，超恐怖的。而且你长得好像那个哎、欸，三个傻瓜那个，对啊，好像、喔，好
像哦，真的很像。打瓜，对，打瓜，七个打瓜。他到岸了没有？有没有人想跳一下？我想要拆船了，怎么办？可以拆啦。不是我拆的，不是我拆的。什么鲨鱼啊？鲨鱼吗？啊，对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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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看到啊，我在潜水。没看到。等一下，有没有加速游泳方式？游好慢、哦。我想水底怎么有鱼？原来是我们的影子哦。对啊，我也想说怎么有鱼。哎、欸，这前面是谁啊？哦，音乐。舒服的游比较快一点，舒服的游比较快一点。快一点，有快一点。那个跑最快的，是不是你猜的？当然不是啊。他只是想睡觉而已。哎呀，我想赶快跑回家睡觉而已。先回去了，先回去了。好，回去吧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体力了。我也是。游到没体力了。所以有边界哦，那还蛮可惜的，就这个大岛。我看到地图了，我刚看到一个地图，它那个好像这一边没有，然后另一边的话好像有一个比较远的小小岛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游过。下，那我们下一次就是去那边啊。今天其实时间也晚了，对啊，晚了，晚超久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强了，太下当了，超强嘞、欸！一直想玩嘞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好玩，真的，对啊，好玩的感觉。啊，我把鸟头弄爆了，我先回去记录哥，记录哥就下线路，戳乌鸦，戳乌鸦，戳乌鸦，害我还带了3块小肉，2块大肉。对啊，没错，又用不到哈，可以做大肉汤啊，大肉汤，大肉汤，可以回什么？回宝石。我想问一个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哎，这个手上的做的像这种武器啊，长矛这些的，它有耐久度吗？感觉上没有，没有，它可以一直升呢。哦，它好像，而且做完之后好像打叉叉，好像所以应该是没有差。嗯，你身上有就不能再做了。了解。好，存档了。团团，你怎么还扛了一个木头回来？啊，想要还一下泽平啊！好，谢谢你，好感动。我们应该去餐厅集合一下。呀，原来杰瑞，你的家是在这里哦。啊，对啊。你的家的家在音乐家前面啊。太小了，好小了。但真的还可以睡觉啊，超睡觉的。就那个可以喝水的吗？我刚刚喝过一口了。阿基的我都还没盖好。哎、欸、呦，阿基这边可以也可以喝。集水器也还没盖。你太小口了吧？天啊！只能喝一口，就只能喝一口，一滴滴耶，就只能喝一口。那再盖一个吧。多盖几个吧，这有就多盖几个吧。有了，这个餐厅嘛，要多盖几个。餐厅要多一点啊！看这我家，没有，你这已经变餐厅了。那些聚会会腐化哎、欸，哪一个？会哦。嗯，生肉会腐化、欸，放在身上要把它弄成肉干才会好一点。嗯，吃人头了。我放一个小肉了，这个等下是我的。我放3块小肉进去了，有2块是那个孵蛋的。看谁会知道孵蛋的。存档。好。吃完肉存档就可以下线啦。哦，放了4个小肉，海龟肉。海龟肉是大的，一吃就饱了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嗯，真的，一个就饱了。小肉是鸟的那种，是小。嗯。哦，好吃，好吃。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哎、欸，肉有够小的。啊，我的肉嘞，还在里面，还在烤啊，还在烤吧。在烤，有一啊，好吧，那应该是好了吧，应该是好了吧，这两个。好吃，好吃。干，怎么没有饱？哇，没有饱的感觉啊，饱了，饱了。你又不吃到小块的啊？嗯，你们这些放了大肉就吃到小的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哎，我什么捡不起来啊？都一啊。我要按着一，我忘记了。按着、啊。好好好，感谢小渣渣决定。偷肉吃。现在推出在登录回到还没报时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刚存档了。啊！没存档，来不及了。对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谁知道有人会把主把桶爆呢？真的。对，还会在。真的，那个谁、啊、还会在直播吗？会吧。起，就明天结束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明天把它玩到结束。
认真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明天关台后啊。哦，那个啊，继续玩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慢慢玩啊，我觉得这样子盖很好笑啊。我觉得好笑，我们玩我们的风格嘛。度假村，这是我们的风格，度假悠闲风。哎，不然我们的那个啦，船就盖在湖上面吧。超没用的船，船就盖在湖上面啊。好啦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。存档，存档，存档。过了，存过了。那你们就先下吧，我撤退下。好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关台喽，关台喽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睡了。